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新闻网的记者张伟，现在是早上的6:30，我们在西藏拉萨当行县的洛堆峰，现在队员们已经陆陆续续在出发了。这里就是雪线，从这里往上都已经是被积雪覆盖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，大家的身体也多少出现了疲劳反应，但大家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，依然在向终点出发，加油，总可以的。我们正前方就是今天的第一道雪坡，角度大概有45度左右，大家在更换设备，补充体力，补充水分，准备下一步的攀爬。6010，我们登顶了。